出席文化总会活动，总统蔡英文脚上踩的鞋跟平常很不一样。配合活动南洋风主题，蔡英文在幕僚建议下，特别换上一双休闲风卡其色豆豆鞋。好的，各位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们。难得远离严肃议题，白衬衫、浅色长裤，蔡总统打扮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不过他脚上这双豆豆鞋，上头还有金属扣环，被猜是知名意大利品牌，价格大约1到2万。平常蔡英文只在官邸活动时穿，但说到蔡英文的鞋子，一直以来可都是焦点。詹里长。广邻里温勇。2015年南下高雄美浓勘灾，下大雨，蔡英文换上要价5-6千的 Hunter 雨鞋跑行程。6年前，小英这双要价12000的 Prada 黑鸡皮船型鞋更显关注，低调符合小英个性，还被取绰号为民进党内踩着 Prada 的恶魔。哦，那是我的第一双 Prada 的鞋子啊，我们没有惯性要买 Prada 的鞋子，这个要先说明。足蹬 Prada 鞋跑行程 ，Hunter 雨鞋勘灾，每种场合蔡英文都有自己一套 style。只有黄新成、李义璇 SG 小组台北报道。